大家好，现在来教一首梅花，有48拍单方向，是一个 waltz 的步法，就是单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现在就开始教啊。第一个叫做均衡步，左脚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第二重复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。所以重心还是在右脚啊。第三个是蹲的，向右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。第四 ，rock and cover， 4、2、3、4、5、6。第五个动作，向前做半转，向左半转啊，4、5、2、3、4、5、6。第六个动作，重复第五个动作，又是做半转，6、2、3、4、5、6。第七个动作是大后大啊，大后大，大后踏。第八个动作 slide 滑步，8、2、3、4、5、6。整个舞蹈是完了啊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而已。现在我跳一个完整的整个舞蹈啊，一个八跳啊，准备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2、2、3、4、5、6，3、2、3、4、5、6，3、2、3、4、5、6，4、2、3、4、5、6，5、2、3、4、5、6，6、2、3、4、5、6，7、2、3、4、5、6，完了，他最后的结束哦。你听到他结束哦，你听到他最后结束之后，就做一个行礼呀，好，就看着那个视频来叫就可以了。OK， 就这样。